有些人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，我们给中心的嘛，鼓掌啊，这些的，这是选择啊，对啊。所以有人达到一个目的，一个目标的问题是免费的给中心的，得变成鼓掌的热情。我们有这个吗？所以他的1000万是一个什么关系？他收到的股的价值是变成1000万美金。那你还得涨100倍啊，到时候台湾做不到。试试看吧，试试看，你谁都不知道。那现在2块钱吗？变成100块钱。我你看5多3月5吧。我是那个嘛，我们的股现在是比较很特殊，为什么呢？上市的时候有几个办法，上市的时候重要的，它写一样，对，上市一样的。那个上市的时候，普通的公司是证券公司办。一个证券公司，对啊，我就是把你的公司宣传给很多人，而且我那个很多把很多古董那个母鸡，然后是我们公司的话，不需要，大家都已经知道，我不需要什么证券公司，我不需要证券公司，我就是说了。你们可以买我们的股，买了，所以我们那样上市，所以呢，股东很少，股东很少，很少。普通的一般的加拿大的公司的股东的话，7000到10000是最少，7000到10000是最少。我们的话。1000，所以股份非常集中。为什么？我说我们的股是比较奇怪的呢？绝对买不到很多。有人虽然他有多少钱，绝对买不到很多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我们的股东都是用过我们的产品的医生们，他们不卖，他们把自己买的股不卖，所以呢，我平常任何证券公司啦，我告诉他们，如果您买得到100万股的话，我免费给你现款100万，你买得到吗？绝对买得到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股的话，大家都买，很不要炫耀的，就是很秘密的买，500股，不是这样买的，不是不能买10000股，这样。绝对买不到，所以我们是现在是证券公司，证券公司要做 block deal 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跟我们公司直接买很多的股东，所以卖给我们1000万股啊，在从市场绝对买不到100万，所以。现在我们的股市在加拿大特伦托股市最有上升的前途的，他们专家有写的报告，所以我们跟那个群主说，如果您达到这个目标的话，我们给你一个红心，他们都在那里赚很多钱。我太太孩子3个控制70%，
七十万。他们就是30%百分之三十二万点，百分之三十里面，百分之三十里面，哦，15%是美国的那个癌症研究所 Sloan Kettering， 他们有17%的，然后其他都是医生用过我们产品的患者医生，其他投资者这样的人几乎都没有。就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们，还有70%